既然也是节日，那么小兰你也要有节日气氛才对哦。啊，现在还戴圣雪帽太奇怪了。你怎么摘不掉啊？这是魔法伪装。我们快去看看吧。怎么突然兴致这么高？好，我一定要让魔王你看见人间的真善美。魔王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人类的热情。哎呀，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稀有的装备。障眼法，这个是画上去的。这更过分了，粘上的。